欢吃韩国辣炒年糕的亲，今天你们可有眼福了。这是一家自助炒年糕的店，人均55，限时一个半点，你就可以体验炒年糕的乐趣了。刚才选完炒年糕的食材，现在我们来调一个炒年糕的灵魂酱汁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再夹几个小鸡柳。这里的拉面种类相当全，我精心调制的辣炒年糕调料给它搞里头。趁这个功夫把那个小围裙穿上，省着崩一身都是红点的。你看这位选手就是经常来，鸡蛋都给你扒好了，锅咕嘟咕嘟，让它慢慢先煮着。我先整一口炸鸡，里的鱼糕串也是不限量的哟。我先整一串垫垫底，韩国的老外都喜欢这口。这锅煮的差不多了。作为在韩国特能吃辣椒的东北人，我得给你上一课呀。这一大锅红彤彤的乱炖，万物你都可以往里蘸。你瞅这油炸煎饺，咬一口里边全是大粉条子。油炸蔬菜嘎嘣脆，小鸡块搞进去拿出来立刻变个味儿。它不是面条啊，它是鱼糕。这锅里还有梗啾啾的米肠呢，这个它不是鹌鹑蛋，它是芝士玉米年糕。这个芝士味的小年糕咋这么好吃呢？你们帮我瞅瞅这个是不是粉耗子。最后淋点年糕汤，吃个鸡蛋。这里的快乐气泡水也是无限续杯的哟。世界这么大，我们去吃吃看啊。